帶你嚟澳門啊，遊澳門。係非法帶佢入嚟㗎，因為佢冇申請禽鳥嗰啲乜鬼入境證啊。愛情突擊，講兩個女仔去突擊自己嘅男朋友，有冇越軌嘅行為？係啦，好隱晦喎。但是这个 MV 又不是这样的 MV 的故事是他又突击我他又突击我相遇到的人都是一样的 OK 那就收工收工好間村上當節目會有街坊，咁我哋請咗一班我哋公司嘅歌手同事啊 friend 啦，咁就參與我哋呢個 MV，希望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啦！我做 bartender 今日教酒啊，唔識揀白色嗰陣間。我好最輕強咯，今日我只不過篤波啫。原來都幾攰噶 ，hold 住。呢一個膊頭位有啲酸。我不知道要想怎樣一起啊，我是經理來的啊，系啦，咁今日咧，我嘅造型咧就系呢个天王娱乐酒店门口咧，企喺度嗰士兵嘅个头唔喐系嘛，咁咧佢就要我唔喐嘅。Hello，Hello。我是一個主管啦，咁亦都係一個經理，咁主要咧就係管理呢啲升降機嘅服務。係啊，發醜啊！我等陣特登做定簽過嚟，一間負責攔截啲人。假设啫，啲佢扮文啫嘛，佢都唔知几想呕。地下啲钻石唔真噶，好想叫啲金条同埋钻石上嚟，如果可以攞格到。阿娇啊，抢我资金无数咧，就唔肯俾翻我，咁我系咁喺度抢完抢佢。阿嬌，阿嬌，你嚟先咯。阿嬌，嘉明，好，你哋收工演員。拜拜。